经费上面之后的解决方案，充实土壤消毒剂和杀菌剂，再加上深根剂，这三个剂呢，一般呢三四天就能恢复长势。什么原理呢？只要是有机会烧根烧面，就是微生物在土壤中迅速繁殖，产生大量热，产生大量酸，抑制根系发展，所以说我们用土壤消毒剂，把降低这个有效微生物的活跃度，也说呢，把微生物大量杀死，这微生物死亡了，它就不发酵了，它也不发热了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用杀菌剂把根防护起来，防止呢，这个根部受伤之后呢，就是腐烂。然后同时呢，将深根剂恢复长势再深根，用这个方法呢，一般两天之内，基本就恢复长势。